好棒哦，这衣服。太美了。太美了。Now here we are.大家早安，我在早上早大概十点就前往那个扎都站那边，就一个人哦，因为他们还在睡觉。其实我每次来那个曼谷啊，我都会有一个预定的行程，就是去那个周末四季扎都站，周末四季，因为我觉得那边东西很多惊喜的，然后很多东西可以发掘，一直发掘不完。然后那些小巷小巷弄啊，那些巷口啊，绕来绕去，转来转去的话，就可以找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。然后价钱的话，你可以在商议过后或者是打折后，甚至比外面的还要便宜哦。到了，再走进去站站，耶耶！啊，好热，好热，一如既往的热。哇，一来就看到我想要买的大帽子哎！因为呢，我在7月尾会去巴黎，所以这个我想买个帽子去巴黎去拍那些大片的。哇，还有书籍耶，看来是没有中文书了。我又看到我这个老要喝了哦。休息一下先。You'll never be my hometown girl. There's nothing like her in this world. I'm tired of the get around girl. Ain't nothing like my hometown girl. 所以我刚刚发现这个小店铺是香薰小店铺、香精小店铺，他们是本地的品牌来的嘞。大概五年了啊、，sorry。Yes, please. Yes, 330. Yeah, 300我就是买了这个，我是纯粹因为它的香气、它的香料，那些草药的味道很香。这有三种咯，三种选择。它针对的都是头晕，还有那些鼻塞之类的问题的，但是有不同的那个味道给你选择，都是草药型的。然后再选的这个精油，是那个镇痛的，感觉它的味道蛮香的。因为这三种都是同样的功能，就是你选择你选的味道咯。就是说它都是全天然精油跟那些草药，没有那种很呛的那种樟脑丸的味道啊，我喜欢这样的感觉。这牌子的草药精油真的不错，我在之后的行程都有使用，用后感觉很清新很舒服，跟一般上市售的不太一样哦，很推荐大家去买来试试看啦。哇，好美的店。哇，这设计真的太棒了嘞！我觉得，张扬、艺术、气质、霸气、颜色，哇，黄颜色啊都有，帽子、衣服、包包，我特别喜欢他的包包。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很出名的一个女艺术家，就是墨西哥的，叫做卡罗。KHOLO， 他整个想法、设计跟艺术的理念哦，影响了整个世代也是真的。你现在所看到的都是那个女艺术家的自画像来的，太美了！哇，好野兽派哦，喜欢。
又发现了当初我来3-4年前看到的那个泰国奶茶，喝一杯喝一杯。这件奶茶大家真的可以来试一下，真的很好喝，在沙洲道可以找到这样的环境，好好特别哦。还有那个黄金水管吸管哦，呵呵，跟外面的场景真是有点天渊之别的感觉哦。哇，那冰块也真的是不吝啬，呵呵。我又发现了一个店铺哦，这个是一个当地一个算是独立那种服装设计师他们自己设计的吧，在这个在这里已经2年了，据说他是两夫妇一起做的，然后这些设计的是他老婆帮他，都是他老婆设计，然后他老公就看掌店。我给你们看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哈，你看这个在那个泰国那种Muay Thai那种泰拳那样很传统的裤子，它刺绣上一些刺绣上去，哇，好特别，好美哦！我很冲动想要买，可是都是女款的，这个颜色不适合男生穿。但是结果我还是选了一件衣服，给大家分享，大家看看啦。好好哦。好棒哦，这衣服。太美了。太美了，哇，还有这件 ，Oh my god， 地上号码啥 ，18,00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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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18,
18000块的衣服，天哪 ！Oh my god！ 这个包装袋也太美了吧！天哪！其实这间这个品牌也是已经算是有一定的地位还是什么名气了吧，因为它本身在那个 icon 上也是有开店的。那我喜欢它的设计蛮特别的，不是特别是好看啊，男女都试穿哦，男女都可以穿。然后它将会在台湾开那个专分铺哦，曼谷呢它就已经有几家了。耶，就是曼谷这几家咯，但是 The Middle 21已经关了，在疫情的时候。我又买了一件衣服，这个衣服在早就上来讲是蛮高价的，不过我喜欢。在导致站漫无目的的走，漫无目的的看，看到什么就买什么，看到什么就吃什么，自己开心自己喜欢，走啊走啊走，时间不知不觉就过了，然后你还继续走，继续看，继续走，继续看，继续发掘新的东西，新的东西有吃的有喝的有穿的有用的都行都行。走了一阵子过后就会觉得肚子饿，就随便找个地方坐下来吃一顿，这里可以吃面，可以吃饭，可以喝汤，可以吃肉，可以吃菜，简单一点的喝个饮料，吃个水果都可以。我呢就随便找一个面摊坐下来吃，休息一下。这碗面材料简单，经济便宜。原本呢打算吃完过后再去逛，结果我发现我的钱包已经所剩无几了，呵呵。所以我决定保留车马费，先回去酒店，改次再来这边 shopping。